我们再把上礼拜没有钓到的巨无霸给钓回来。两个人同时冲你。哦，大 OK。3:35，大家早安。好了，好了。掉音，掉音。我们今天打算去。去北堤。对。我们那么改来改去。我们一直在北堤跟马南之间做选择。很闷。如果我们去马南的话，那边是跟火炉一样。一点风都没有。真的，上面在做那个三温暖的。嗯。就还是去北堤好了，吹南风，港内稍微有一点风啊。我们上个礼拜也是去新北堤，有一个小时就被迫离开了。对，下雨过后，然后开始疯狂打雷。那我那个头发在压起来，我的比较严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戴帽子没感觉，我是看到你的头发那个飘起来，我才有看到。整个马尾，整个竖，快要竖起来了。真的吓我一大跳，所以我们就把上礼拜没有钓到的巨无霸给钓回来。Yeah. 放下那么大的狂雨就是了。今天是差不多8点会满潮嘛？8点满，对。嗯、今天粉打白基努3-2-1跟麦力，该转身盘能机械。嗯。Yeah. 走喽。刚刚不见那在我们开始钓鱼之前，我们要先感谢我们这次的赞助厂商 Surfshark VPN， 感谢感谢。你、欸、好常听到 Surfshark VPN 哦，那是在干什么？ Surfshark VPN 是一款虚拟私人网络，在网络上的一切行动都可以保证你的安全跟隐私。如果有人想偷看你的个人资料，都会被阻挡下来哦。所以就像我穿着裤子，你看不到内裤；我钓不到鱼，看不到冰箱里面的鱼。对，之类的吗？我是不想看到你的内裤，但是你还是要穿裤子啊。使用 Surfshark VPN 也可以随心所欲的更改你所在的 IP 位置，就可以看到在台湾还没有上映的影片或是地区限定的内容。所以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都可以用。嗯，对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WiFi 的使用，你不是很常因为网络比较差就连接 WiFi 吗？对啊。因为有时候网络跑比较慢，所以我都直接连外面的 WiFi。但是使用上也是会有安全的问题，虽然免费的很香，但是这些公共 WiFi 是没有安全保护的，所以很容易就会被侵入个人资料。哇，我都没想到啊！所以用 VPN 就可以有效阻挡了。嗯，而且现在只要一支账号就可以在无线装置上面使用，是可以多个账号同时一起使用的。嗯，对。哦，那很划算呢。现在申办的话是有30天退款的保证，可进可退啊，所以可以先试用，所以有30天可以试用，其实蛮不错的。嗯，详细的资料我们会放置在说明栏跟置顶留言。现在点击专属连结，输入优惠码 HERD 就可以获得专属优惠，还多送3个月使用的期限哦，赶快来试试看吧。开始搞了，他今天一样钓3B阿波，0号杆，啊，母线是2号，阿西卡1.5的，他先钓南极虾试试看，然后水深大约1只杆子左右而已，笨蛋喜多，天慢慢变亮了，那我们今天玩翔钓的0号杆，用5B的阿波。两个人同时冲鱼，这是什么？嘎罗啊！Oh my god！ 两个人同时中鱼，我的是嘎罗啊，你的是刺冲啊？
我们一起中鱼了。有一点臭臭的，然后我不想被他吃到，很痛。他好可爱哦。他有吞很深吗？吞蛮深的哎。拜拜。同时中鱼哎，好荒唐哦。好扯哦。我被拉杆之后你要挑你的那个，你要挑你的杆子之后又中鱼。欸，海基姆本人欸，是海基姆本人。噔噔，什么样搞干啊？这回来呢？可以可以，要抓他那个讯号了。刚都太晚开了，没有啊，有点吃小力耶。刚开始开不到就是这样吧。啊，吃比较靠墙边呢。大 OK， 叮咚叮咚，拜拜拜拜。我终于开舞了，开舞了哦，好开心啊！哦，好久没见到 OK 哦，有点像北哥啊。啊，放线放线，拜拜拜拜，太棒了！丢回去，成功了，终于，好久啊！哦，还在想说怎么都没有鱼来吃我的蛋鸡虾。啊，这很沙吗？嗯，拜拜拜拜，开心。好，量一下它。好，看一下，看有没有破。32。这边，这边，我爱了。那零号干舒服啊，很舒服哎、欸。哦，有中鱼之后那个姿势就不一样，整个就扑了起来了。又中呢，但我不会救他个卡、啊，小只的，对啊对啊，小啦，小啦，哈哈，哦，一直中一直中哎，丢了就咬。呵呵呵呵，在种鱼呢。25那边。25。好。收边。收边。可以给房东吃鱼了。真的，房东有口福了。我今天好幸运哦。没有，是你会钓。要塞乌呢。我给塞乌。我水深都还没干完，你要一直摇，一直摇，是嘞。OK， 持续力板就没有那么强了。我是之前钓过娘娘，那个真的像是干到毛，是不是欠锤？你是怕那里啊倒回来这样？
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又在教了，又在教了。一中鱼又开始教人家钓鱼。太扯了。大小心呢，这片海。中这个有的没的。会定在水下就对了，之后再撤啦。现在风真的有点大，这个阿波我是有点钓不太下去了，换个杆子，换个长标来钓好了。钓组就改长标 2.5 钱的，用魂手做的钩子，也用魂手做的小鸡九号，把紫线改成一旬。管这个风浪有点大、没关系啊，从8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快要10点了，没信号就是没信号。终于看破了，好可怜哦。周围是我中小的啦，有啦。还有大木线，不算大龟。那我们准备下课了。帮他们洗澡。说起那个唱秋的嘴脸。我看得很不舒服，很开心欸。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 Elsa 同不是你洗的，我要出门去钓虾了。不过8点之后也就没什么要去了，对吧、啊？要目光那一些，目光流比较缓的那一些，对。然后面流几周就不咬了。早上风真的很大。过9点才比较小一点，就是正面靠过来。嘿啊，刀线也比较不好刀。嗯。Alone, since you don't want me, you said maybe I'm not close.